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位于休斯顿 Katy 区的一套豪宅，这套豪宅的售价是130万美金，它有将近6000尺的居住面积，5个卧室，6个厕所。这个豪宅在130万美金的这个区间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超值的豪宅，因为它具备了豪宅所有的装修细节，比如现在我身后的这个9尺高的大铁艺双开门，这就是一个豪宅必备的一个大铁艺双开门，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壁炉，雕花壁炉。所以呢，这个豪宅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我们平常看到很多豪宅没有的一些细节上的升级，所以我觉得这个豪宅是真的很值得推荐的，并且它在 Katy 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区域，它在 Katy 的这个小区叫 Avalon， 而且这个豪宅还是一个湖景房，虽然它的湖面不是很大，但是它有一个湖景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对它的价值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加分的项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豪宅吧。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或者对我的房评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现在让我们看房子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套大豪宅。这个大豪宅有3个车库，就是一个车库从这边走，2个车库。好了，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非常大也非常帅气的双开铁门，一进来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非常非常漂亮的大高挑厅，一个会客室。然后它这个漂亮的大窗户外面就是湖，我们进来看一下，非常漂亮吧，大窗户外面就是湖。我们再回头来看，好多细节都放，好漂亮，好棒哦。看它的灯，看它的吊顶，看它楼上一个铁艺，2个铁艺大门，各种细节真的就是豪宅的标配，并且这个房子的这些地方都是这种非常漂亮的做旧的壁纸。好了，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公共区域。往这边走呢，就是一个高挑的，这样一个高挑的主餐厅，细节做得非常棒。主餐厅旁边这儿还做了这样的，从二楼可以看到的这种楼梯铁艺，并且都做了原木的实木百叶窗，这是一个非常宽的宽距的，应该是个4英尺的那种宽距的实木百叶窗。然后主餐厅的旁边有一个喝酒的酒吧台，然后再往旁边走就是漂亮的主会客厅，然后主会客厅这一边的窗户是都能看得到湖的。然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位置就是早餐厅，直接就可以看到湖。我拍摄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房间里面没有开灯，都是这样一个很亮堂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它的漂亮的厨房看看，所有的
东西的升级都非常好，实木的橱柜啊这些都不用说了。然后它不仅有一个大的水槽，还有一个小的用于饮水的或者是和红酒渗酒杯的水槽，然后最贵的这种大的炉灶，然后这种雕花式的抽烟机，然后镶嵌式冰箱，打开看一下，哇好重啊，这种镶嵌式的双开冰箱，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边有一个次主卧，这是他们的次主卧，次主卧也能看到湖，漂亮吧，这是一个次主卧，次主卧的洗手间真的比好多房子的主卧洗手间都大，然后次主卧的洗手间是可以出去的，通到外面去，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院子，如果院子里有泳池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这个门进房间洗澡，洗完澡再进房间，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酒吧台，专门喝酒的，好美啊。然后这边有一个副楼梯，这些豪宅都是双楼梯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副楼梯，这是女主人算账用的一个地方，放家庭账本的。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换鞋子的柜子，这是通往车库的，所有的这种窗户你看都安装了跟这个色调非常搭的这种实木百叶窗。然后再往这边走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是为了以后装电梯用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门现在是锁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你可以以后给它装电梯。我们现在又来了这个空间呢，就是洗衣房，洗衣房都带窗户，你要是想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中式厨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地方是有天然气有水有下水管道的。再看看这一边有一个小的储藏间，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要去房子的另外一面看一下了，好美啊。刚才我们一进门就看到了这个漂亮的客厅，我们先是从左手边看起的，现在我们从右手边看起，啊，好有味道的这种旋转楼梯，我们来看一下，这有一个门，就是可以去往另外一个车库的，另外一个车库。客人用的洗手间，客位都这么精致，都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好，现在我们就要来主卧了，看主卧门口的这个门是一个高挑的9尺的双开门，这样你就可以进到主卧的位置。哇哦，好大呀，挑高就不用说了，11个feet的巨大挑高，然后还有主卧还有一个壁炉，主卧是有双开门可以直接通向院子的，然后有这种很漂亮的布艺的百叶窗，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看书啊休闲的空间，我们要从这一面看过来就这种感觉。现在我在这个主卧是只开了几个百叶窗的，所以你看主卧都这么漂亮而且这么亮堂，这个房子的细节之处真的是好多，包括它所有的灯都是很协调的，这种有可能是从印度弄过来的灯吧。然后主卧还有一个酒柜，你可以在这儿喝个红酒再睡觉，或者喝个红酒泡个澡，来了它漂亮的浴室喽，哇哦，
walk-in 式的一个淋浴间，淋浴间可以双人共浴，然后还有一个小窗户，非常漂亮。然后圆形浴缸，而且还是个按摩浴缸，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边专门有一个女主人的梳妆台，然后再往里走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非常大的衣帽间。然后这里面呢就是马桶间，像这些就是大多数房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我们现在从主楼梯上楼，这个房子有两个楼梯，一个主楼梯，一个副楼梯。我们从主楼梯上楼看一下，这边是一个全部被实木包裹好了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办公室。然后再往上走，上来其实就能看得到这个大漂亮的客厅，好美啊。我们往这边走，这是其中的一个小卧室，门口呢这边是一个储藏间，但是它东西太多了，我打不开门了。这是楼上的一个很美的 game room， 但是它做成了一个楼上的会客室。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门可以去阳台，待会儿我们再过去。同样放了一个酒吧台，然后这边是一个孩子的卧室，孩子的卧室往这边走就是孩子的洗手间。再往这边走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副楼梯的位置，副楼梯的旁边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以后安装电梯的话要从这边过至电梯间。这边是楼上的半个厕所，这个房子一共有六个厕所，其实是四个可以洗澡的厕所和两个不可以洗澡的厕所组成的。然后这边这个房间呢就是一个 meeting room， 看电影的电影院。我打开灯给大家看看，灯在哪儿？这个看不到灯在哪儿。 OK， 是这样的一个 meeting room， 它是阶梯型的，所以它是有一个阶梯的，放两个那种电影院的沙发就更帅气了。好了，我们要看一下房子的另外一边。再走过来之后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摆个桌子就好了，它只是没有放什么东西。过来之后有另外一个孩子的房间，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湖的，所以现在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有三个房间都有湖景。三个房间其实都有湖景了。然后这是他所配套的洗手间、洗手台，然后呢还是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设计。我们再从这个门走就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就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房间了。哇哦，第四个房间可以看到湖景，很棒的设计。这是第四个可以看到湖景的房间。
好，我们从这个第四个房间出来之后，你看，刚才我们从这个房间进去的，也是两个卧室共有一个洗手间。那迄今为止呢，我们就有四个房间可以看到湖景了。现在我们去他的阳台看一下。哇，哇哦，这边有一个小阳台，阳台不大，可以直接看到院子，看到湖的景观，就是这种感觉。好了，现在我们下面去院子看一下。又回到了这个大漂亮客厅，好喜欢哦。还有一点细节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这个客厅的吊顶灯都是非常高端的，包括客厅这个地方的这些画都是非常漂亮的，从其他的国家运过来的。至于是不是印度，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卖家并没有跟我详细的聊这些东西的来源。那现在来外面看，这就是我们来到院子啦。这个院子有一个室外厨房，然后就是漂亮的院子。院子里面的东西不多，就一点绿化。那如果您要是想建泳池的话，那这个院子就稍微有点有限了，因为这个院子是一个斜坡式的。如果您建泳池的话，就需要把这院子先填平，做一个无边框泳池，倒是可以。整个房子从后面看就是这种感觉。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了。这套豪宅的售价是130万美金，这套豪宅建于2010年。哇，一进来就感觉到了豪的气息。如果您对休顿地产感兴趣，或者您对我今天介绍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我是 JJ， 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就是这一套，我只是想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照片，看一下它的细节之处是非常的多的升级，非常精致的这种装修和很豪的这种房型的感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同小区有两套房子在卖，一套110万的，这套110万的房子总体的感觉就是很素，就是感觉好像40-50万的房子也是差不多能有这样的风格。如果它这个房子不是在这个小区不这么大的话，真的是没有那么好的感觉。然后再看一套85万的一套房子，这套85万呢也是湖景，但是这个房子里面也依然是非常素的这种感觉。所以说真的不是130多万就一定有的一种感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很素，对吧？浏览一下照片就能感觉到比较素一点。我们这个房子呢，离 Whole Foods 这种美国人的超市就8分钟的样子，非常近。然后它离小学学校的距离就是7分钟的样子，也非常的近，学区是10分的。然后它离中国人的超市九九大华超市最近的一个是15分钟。如果他去中国城的话也不远，去中国城的话距离是23分钟。所以这个房子的位置是非常好的，很方便的。